不用不用不用。要常见的代替香菱鸟类，你们有听过？我要省水，那个玉上三子会没成。解说水鸟还顺便教成语。这里是芳苑海空保安林的海空步道，抓潮蟹、弹涂鱼在这片潮间带随处可见。透过活动，让国小学童认识这里的生态环境。看到了一些螃蟹，还有蛤蟆。湖边管招蟹、万岁大眼蟹、红树林，还有鸟。南投林区管理处表示。彰化芳苑乡有王公渔港及海空保安林，面积分别为24与29公顷。为了让民众更了解与亲近保安林，通过每年举办的户外教学，结合社区志工平时的维护，守护这片保安林。我们会针对保安林的一个特色去规划这样的一个课程，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让学童来亲近保安林，去体会保安林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多元的一个服务价值。那透过我们专业的教授来进行我们在地的一些环境的解说，那透过解说让他们了解我们在地的环境，那进而来会来珍惜我们在地的一些环境资源。透过活动邀请周边社区志工与国小学童近距离观察与探索，利用户外课认识保安林的多样性。新唐亚太电视叶习宏，台湾彰化采访报道。